今天的视频要给大家介绍的单品真的爆炸好看，爆炸有性价比，爆炸推荐大家赶紧立刻去购买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淡水。那应该也蛮久没有做过优衣库啊、GU 这样的视频了，还是很多观众都感兴趣这些比较平价单品。那这次要跟大家讲的呢，真的是足够便宜了，那就是来自于优衣库和 JW Anderson 的联名系列。那大家看这个小袋子，可能已经猜到里面是什么了。那没错，就是 JW Anderson 这次和优衣库联名的袜子。那其实我一共是买了四双，然后有一双放在家里，那一双呢，其实跟这一双是同样的设计元素，都是条纹的，只不过那一双呢是白蓝配色。那这次19春夏的优衣库和 JW Anderson 的合作系列呢，其实我觉得有非常多都是很不错的，比如说他那个轻便便携的外套，再比如说他那件风衣还是大衣，我记不太清了，还有包括这次推出的 Polo 衫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看。那为什么我暂时还没有买呢？因为一个原因呢，是上海现在其实还蛮冷的，所以我暂时应该还不需要买那些衣服。然后另外，一般优衣库这种产品呢，到最后也是会降价，就包括大家之前看到我39块钱买到的那一件 JW Anderson 的联名衬衫。那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不是着急现在马上要穿的话，我觉得就可以先等等看。给大家建议也是一样，可以先等等看。但是袜子其实没什么好等的，因为真的已经足够便宜了。那么这三双袜子呢，如果你单买的话，一双是27。然后三双的话是79，其实你算一下，它也三双也就便宜了2块，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款式再考虑购买。那其实我喜欢的配色已经全部买完了。那这几个颜色呢，都是我觉得比较好搭的。那比较不好搭的呢，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那个红蓝配色的那个条纹，这个颜色来说，我觉得还是蛮友好的。在它袜子靠上的地方呢，会有 JW Anderson 的 logo， 那我觉得这双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是最百搭的一款了。另外，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配色，就橙色和蓝色这个配色，我觉得搭配出来会非常活泼，包括它也有出对应颜色的 T， 这个配色我觉得是看起来比较高级的一个配色，然后可能偏向商务风的活泼一点，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。其实我觉得优衣库的袜子质量真的还是蛮不错的，其实你买四双的价格可能也就只够买一双 Stance 的价格而已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多想，这几双袜子都是非常好穿，非常好搭配，买就对了，对吧？我这期视频就是提醒你们赶紧去买，这两个配色也是当时我买不到，也是就直接断货，所以我也是又等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店才把这两个配色买到。那最后的时间呢，我们来看看这几双袜子的上脚效果。好，那么今天这期简短的视频就到这里。那优衣库呢，其实这次春夏还有蛮多产品都还挺值得买的，而且即将要发售 Alexander Wang 的新的联名系列，那个联名系列我应该不出意外也是会入的。那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，然后多多帮我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转发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